大家好，嘴哥，您穿过就是不管是踢足球啊，打篮球啊，像一般的那个小伙子是吧，小姑娘，你是做运动的啊，是特别的臭是吧？你不管穿什么袜子啊，但是这个袜子啊，穿一天都不再臭的啊，不管你打球的还是说干各种就是体育运动啊，户外的，我已经穿过了。然后呢，我说心里话，我是。我今年43了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啊，20多岁的时候啊，是最臭啊。我今天拿我儿子做一下试验啊，因为他经常去跑步、打篮球、踢足球啊，让他再做一下试验。如果他穿一天要不臭的情况下，你所有人去穿啊，放心穿吧。然后我之前就已经穿了啊，穿过了，效果特别好啊。它是带香薰的啊，带香薰的啊 ，7A 抗菌防臭袜，它就是。不让你的脚臭啊！我今天再让儿子试一下啊，他呢是90度设计啊，是直角的，就是你想让它掉根儿，它都不会掉根儿。因为上次我分享完了一个那个丝麻的袜子，很多人反响特别好。然后呢，说有没有纯棉的袜子，就是100棉的，这个是100棉的啊。上次那个是29.99是5双，这个呢是29.996双啊。我觉得性价比更超值是吧？然后它是纯棉的，100棉的啊。不起球，不变形，不掉渣啊，不脱丝，穿一天，关键啊，它是香的啊。我先穿上啊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不管是穿运动鞋啊，休闲鞋啊，就是各种的鞋啊，都可以啊。它也是那种半脚踝的啊，它不是长的，也不是短的啊。到夏天呢，就是春夏秋的时候，穿这种袜子它特别舒适啊，不显得那么热。我穿上大家看一眼啊。因为上次分享丝麻的效果特别好，是吧？这是纯棉的，看，啊，在市面上呢卖应该是10到15块钱，然后现在有活动，29.99呢是发6双，最主要厂家啊就是承诺啊，是拽哥粉丝的啊，在这个橱窗里拍完之后，如果到家之后您穿一双啊，您觉得不满意，穿一天是吧？说你臭了或者不满意，有问题。您把那双您自己留下啊，不用花钱，把剩下那5双退回去啊，退回厂家，不用您花一分钱。厂家的承诺，那意思就是质量特别好啊，适合青少年呀、啊，是吧？年轻人呀、啊，中老年、啊、都可以啊，男女袜都有。然后它颜色还特别丰富，一会儿我让我儿子试验一下，穿一天打篮球去那个跑步，臭不臭啊？如果不臭。大家赶紧放心拍，因为我现在是等于是穿是不臭了，我再拿儿子做下实验啊，一会儿见。出门儿子，那个7A抗菌防臭袜穿上了吧？你今天试验一下，它这是香的，然后穿一天都不会脚臭，到晚上你看看闻闻啊，是否香还是臭啊？穿一天了怎么样啊？你把这臭飞了。嗯。挺好吧，质量不错吧？行，要不每回穿那袜子臭着呢。我都不信你，我闻闻脚，每回我都得。真挺好的。多香！你要不然脚丫子臭着。对呀、啊，7A 抗菌袜就是防臭的，不错啊，穿吧，啊，送给你了啊。